大大学校长吴宗兴强调，学校特别挹注经费成立药用菇菌研究中心与保健食品研发动物试验中心，未来不论是原料培养、保健食品的研发、动物实验还是检验的工作，都可以在这两个中心完成。人类要长生不老，人类要青春永驻，都是靠生技，所以大家念这个行业是念对的。那生技中心其实最重要的，它已经踏出了最新的，刚刚我们也听了这个谢主任呢，这个讲了我们生技中心的这个愿景，还有呢，他现在已经得到的一些包含这个药用菇菌类的，还有这个保健食品的动物的这个中心。那有了这些部分，将来不仅是能够发这些认证，而且呢，能够对所研发的东西，让促进产区合作。生物科技研发中心主任谢昌卫表示，由徐太浩院长、梁志清主任共同主持的药用菇菌研究中心是研发中心，也是试量产的中心，运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搭配严格控管的环控设施，培育安全卫生的北冬虫夏草、猴头菇等药用菇菌。那其实生资学院有很多专长老师，包括在我们院长带领之下，有将近有10位老师都从事药用菇菌的研发，那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做成一个试量产的中心。未来这中心除了持续支持实验室在少量的研发过程提供了准备以外，那它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把它做制程的放大。那传统的验证的话，都用一些细胞的一些试验，可能对于跟人类的一个相关性相距比较差距比较远。那目前来讲，我们建制这个动物中心的话呢，它可以进一步呢，进行这个功效性的试验，包括像血糖、血脂、血压相关的试验，还有我们主要有一些行为方面的动物行为方面的抗老化相关的一些试验。未来学校会以建构中部最完整的动物中心为目标，持续扩充相关的设备，希望能加惠相关的产业。大业人新闻刘新孝、李桂梅采访报道。